是跨人跨语的台湾老婆新西亚，我是中文不标准的美国老公 Shane。Are you ready？ 有趣爆笑，新西亚安顺的异国婚姻劲爆开讲即将登场 ，Let's go！来到新西亚和 Shane 的异国婚姻经贸开讲，我是新西亚，我是他的老公 Shane。 好啦，最主要我们的爱情故事就进入到终于我们就是有 intimate 的亲密关系了，这样子。我最喜欢这个部分。真的吗？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亲密关系的这个 detail 吗？你说在哪里？在 Barcelona 的时候。我们在波克莱还是有一点点呢。对啊，可是那时候就是并没有这么的 intimate。 对，没有那么的 intimate， 没错。对，所以说呢，到了 Barcelona 以后呢，就是有我有非常大的进步，学到非常多的东西。你怎么学到的？就是你教我的啊。好，那首先呢，因为你知道，就是我在文章里面跟大家分享说，第一个就是我那时候之前从来没有给一个男生 blow job 或者是 hand job 之类的，这样，所以那时候我对男生有关于就是要射出来的 come 啊感到非常的这个害怕、好奇，好奇、跟害怕，对对。所以那时候就是在文章里面有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说当我给 Shane blow job 的时候，我一直非常担心他无法控制他自己，然后就射在我的嘴巴里面，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。然后那时候我还一直提醒他说：“你要你快出来的话，你要跟我说，你千万不能射在我嘴巴里，否则就会生气之类的。”对。那时候你会觉得我就是特别啰嗦，因为我相信之前一定不会有个女生给你 hand job 还 blow job 还这边告诉你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你不可以这样接什么东西的。”然后就是一个小朋友来着。其实对啊，我觉得当然，我觉得西方女生应该不会这样子，很少很少会这样子。吱吱叫说，哎、欸，好可怕啊，好僵啊！对对对，我怎么变、啊、怎么变？很硬啊！对，然后咚咚咚，对对对，就不敢摸他，这样我可以摸他吗？对，很害怕。可是其实当时我觉得很可爱。因为我觉得当然是有点奇怪，因为这个应该是，可是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你的个性，然后我觉得你不是个非常成熟的女生，因为我已经就习惯，就亚洲女生好像就是发育的比较慢啦，对，就是说对于性这那时候我好像也才21岁吧，就是对于性这种东西，毕竟我相信在以美国的女生来21岁，可能他们就经历还蛮多大风大浪的事情，对之类的。可是我那时候就是真的，你看又没有性经验，然后 blow job 跟 hand job 这种东西，就是觉得。真的还蛮新鲜，又是第一次，所以就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对，所以一点点不性感，不是性感，真的不性感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就好玩啊。然后当然做中学，我还是会 turn on 啊。而且我觉得最主要是我们是很，就是在一起就很舒服。所以我觉得我不会觉得、哦、你很烦哎、欸，你就不要再讲话了，你就让我。人间的在 对让我 focus 对我下半身，对，可是其实我就是觉得好啊，我就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奢，没有什么 expectation， 对，期待期望，对，我就是好，我们就是玩看看啊，试试看，对，然后你真的很可爱，就是一直在问我，就对，在做的时候就是好。那你要射出来吗？你就很害怕，我真的很害怕哎、欸。然后那时候，好，你还记得你看不出来的时候，我发生什么事情？我还记得，真的吗？我可以演给你要演给他们看。我不会全部演，所以好，就是那个时候，是大概这样子。对，而且我还摔到你床下去，我对，就你在地板上摔上去，对对，然后真的发生，就发出这个声音，啊！你 Oh my God! Oh my God! 你还记得哦？还记得，对、啊，你还记得哦？对，好、啊，所以说其实因为你知道，提前我跟有时候也是跟炫、哦，真的好热哦，就是我有跟炫聊过，就是说其实因为你知道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，那时候我跟炫也问到他的第一次，就是真的第一次的性交 （sexual intercourse） 这件事情，那。就是你们都会发现说，好像第一次不像电影演，就是哇，好浪漫，然后很激情，对、啊，都是大家都是这样懵懵懂懂的去学，对啊，对，你都不知道你在干嘛，对，在搞什么，可是其实的感觉是，对对，你还而且你真的还有一些就是没有很明白的，就是
射出来会怎么样，就是东西，而且我觉得男生，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射出来，我就是在 DIY， 然后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在想以前我是的，嘿，有可能第一次就是射出来是什么样，我就在尿尿，然后就突然有东西跑出来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个 process， 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，对对，所以我还记得就是第一次我就是觉得，哦，那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？但我知道，还是你会觉得怎么尿尿了？没有啊，我知道啊，因为你在 DIY 的时候，你真的就是你在做一件好像不是，你开始，我觉得你的 instinct， 你觉得你开始是动物，我其实你知道，你不是在想，可是你知道要怎么做下去，你不知道，其实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发生什么事情，可是你对觉得好，这个是对的，好，继续，然后就吧，然后觉得是哇。哇，好多星星！ Oh、你在外太空的感觉。好，我每天就是我不要再出门了。对，好了，反正呢今天就是跟大家就分享一下，就是大家第一次对于性接触这种感觉。那我相信，就算说不是说非常激情，可是应该都还算是蛮好的回忆吧。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，都一定会有，所以就还蛮好玩的。对，好了，就这样喽，下周见，拜拜。拜拜